三二一，嗯，
嗨，大家好呀！今天已经是赫拉回来的第一个月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赫拉已经长大啦。他的小肚子好圆呐，看得到吗？圆鼓鼓的，身子变长了，然后他的脸也变长了。手脚也是变长了，就是来给你们看看他现在的现状。他好可爱啊，嘟嘟。然后朵拉在这里睡觉。他们两个从一开始的朵拉很热情，赫拉很冷漠，现在变成了赫拉非常的黏朵拉。如果朵拉出门的话，赫拉就会在家里面嘤嘤叫。包括平时如果我和老公一起去遛狗，就我老公他遛朵拉，我遛赫拉，然后我们大家分开的时候，赫拉就会一直的叫，一定要去朵拉那边。他就是已经把朵拉当成姐姐了吧，我觉得。赫拉现在已经开始换毛了，他背上的毛全部都已经长新毛了，是那种硬硬的新毛。之前他的毛是那种像小兔子一样那种又软又绵又堆在一起的，现在它真的还要慢慢的变样子了，它腿上的毛也是开始有一点点的变硬了。那九月份马上就要过去啦，这个月里面几乎没有拍我自己的视频，但是我拍了很多很多赫拉的视频，这个月我们过得非常的开心。在他们的频道里面我也跟了很多视频，收获了很多新的朋友新的观众，非常的开心，就是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见证他们的长大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。那本期的 vlog 就到这里啦，谢谢你看到这里，欢迎你用一个赞或者是一条留言给我这个视频一点小小的鼓励，谢谢你们。如果你们对朵拉和赫拉更多的日常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你们去到他们的频道，去看他们更多的日常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